婚纱展现在为了要刺激人气，接连好几天都推出了抢好康的比赛了。而今天登场的是吃喜饼吃最快，可以免费拿到30000块结婚包套组。不过游戏规则是得由女方吃，有些人表情痛苦，有些人猛喝水，让在一旁的男朋友就算着急也不敢催，因为很怕女朋友生气。2、1，开始。今天的大门世贸三馆台北婚丧婚宴，明明要和时间比快，吃多才能拿30000块结婚套组。不过女朋友樱桃小口，喜饼吃的不够快，倒是水一直喝，一旁男朋友急得嘞。好，我要来倒数10秒钟了。吃完就喂他，吃完就喂他，这样子。怎么催他？没有啊。有没有很心急，想说你怎么不吃多一点？三碗包都没了。催他回去会被他扁了。所以不敢就对了。对啊。不敢催就怕被女朋友扁，没拿到30000块结婚组，直接转战福袋。火辣辣的一对啊，大了眼睛哎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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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抱着跑还差点跌倒，不过有男朋友使出大绝招。谢谢你这一阵子的陪伴，非常的感谢。有很感动。没有哦哦，女生还没答应哦。福袋里头珠宝和如意东西并不多，不过沾沾幸福喜气，把人潮带进婚纱展也能多冲顶业绩。中央新闻刘家伟、蔡孟真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不过提醒您。